校长，您可千万别给我！要不得！回到了时光音乐会第一季，有一点了。今晚时光音乐会二迎来新的一期，时光新春金曲特辑。本期第一季的时光音乐人谭咏麟和郁可唯回家团圆过年，这一抹抹喜庆红色随着音乐节拍摆动，节日氛围这不就来了吗？在本期，周深选择了春光灿烂猪八戒主题曲《好春光》。春光不如梦一场，梦里尽早霞。好春光不如梦一场，梦里尽早霞。你把红香带身上。周深的改编让这首歌曲更活泼了，使得时光音乐会的现场更具一份欢乐。轻松愉悦的旋律伴随着周深独具一格的演唱方式，让这个版本的好春光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，在场的歌手都为之赞叹。周深发行的新歌告诉你什么是排面。周深新歌2023年春节公益曲《新归处是吾乡》正式发布。这首歌曲是由央视晚间新闻、央视网共同发起的，而且昨晚央视一套晚间新闻宣传并播放了该歌曲。晚间新闻联合央视网推出暖心 MV《新归处是吾乡》，让我们把思念带回家。看，今年我就能在家陪你过个好年。快到吧，千言万语一句话，放心吧。我的好爸爸，过年回到一经发布，还以超1.4亿的阅读量登上热搜榜。与此同时，央视网、央视网文娱、央视网科技、央视网快看等众多央视官微纷纷发文官宣了这首歌。就问一下，这宣传牌面和力度还有谁呢？深唱出了几年来人们情感的变化，唱出了人们对故乡的思念、归途的欣喜和归乡的美好。看着画面，听着周深的演唱，就是满满的团圆味儿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哭呢？小编甚至觉得这首歌很符合周深剧透的春晚舞台，不知道是不是呢？到今天，周深已经完成了春晚全部彩排录制，就等大年30守着电视看直播了。更多的是叙述感，所以应该是对我来说心理的挑战其实是更大的，
也希望能够好好的给大家带来一首很温暖的歌，然后陪大家一起过一个好的年。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也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都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带来了喜和爱，祝大家天天好运来，身体健康，一切顺利。再重新回到起点，接下来将是含声量超高的每一天。这个春节，周深的粉丝绝对不会孤单，因为每一天都有周深。周深的新歌一首接着一首，从1月14号的《人世》，16号的《永恒孤独》，17号的《祈愿山海》，18号的《音乐盛典》，19号的《新归处是吾乡》。过去的几天，每天都有新的周深和大家见面。马上就到春节了，小编为你预告一下，每天的周深不要错过哦。20号，时光音乐会二新春特辑上线，周深演唱《好春光》。21号，除夕央视春晚，周深演唱的节目暂时未知，不过应该是最值得期待的舞台。22号，大年初一，湖南卫视华人华侨春晚，上微博聊春晚，兔年兔个好彩头。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，大年初一来湖南卫视华人春晚，新的一年希望我们一起兔个热闹，来微博集兔卡，领新春福运红包，来兔个好彩头吧。这里有经典老歌带你回家，未来有浪迹天涯的游，这里有同时东方卫视春晚演唱《人间星河》，同日还有央视文联百花迎春演唱《我的祖国》，还有江苏卫视和北京卫视春晚。23号有新歌发布，24号网络视听盛典将演唱《向光而行》，26号和27号时光音乐会二及衍生节目《深夜食堂》，每天都有新的周深，生米们不要错过哦。斑驳飞，多久都不回来，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，如果爱是多恨最